满满登登啊，姐妹们，我是真的很喜欢吃这个打饭勺的。从这边开始挖吧。哎，来一口吧，浸满了汤汁。哎呦我的老天爷，我太喜欢吃这个了，我的拿手菜。你就看它这个色泽，它能不好吃吗？出锅的可热乎了，先吃两口，剩下的等晚上直播接着吃。这个热的时候还能好点，硬了凉了就特别硬脆了。还是大腿好吃啊。得想这个是买的没有教程。好香。
再帮我算了。整成这样了。滑滑溜溜，效果啊，就是个草叶了，不是扯犊子。